嗨，Hello，每天哦一样啊，早睡早起，然后精神才会好啊。你不要拖到太晚睡觉，因为有时候说啊，现在好像是我们是停课不停学啊，不是说我们停课就变成是放，好像在放一个春假，放一个暑假哈。你还是应该就是每天有一个固定的脚步，虽然我们可以轻松一点，因为是防疫为主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我们每天还是应该就是说，该学习的就学下啊，该写功课就写下。剩下时间你自己可以妥善运用啊，你可以查一下网络资源也好啊，或者自己看看书、听听音乐，那都 OK 啊。你就是比较少接触跟人群的这个连接，这样就好了啦哈。那老师这样期望的是你，就是说你能够大家能够一起5月31号回来，大家聚聚，然后大家回来上课，然后把剩下的课程啊、剩下功课我们把它补完也好，或者把它讨论完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这个毕业考第三次月考，我们就可以弹性一点、轻松一点来考。那我们就可以准备毕业的这些事项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不要去啊，我每天都在混啊，而且我功课都没写，而且变成毕业前你一直在补功课、补功课、写功课，然后老师一直在骂你、催你，你不觉得这样的毕业就有点怎么样，失去那个意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还不如现在每一天按部就班，因为我每天数学大概只上一页或两页而已，这都很少，啊，功课也是一页两页而已啊，你就每天按部就班把它做完，过于也是。不也只剩最后一课啊，对不对？那就把它上完之后，学完之后，然后把功课写完。我们到时候5月31如果复课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比较轻松的来面对。那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来准备这些毕业的事情了哈。好，这个是题外话，但是老师是这样的勉励的你哈。好，那我们开始来上数学习作的检讨。好，先看到数学习作，我们先分享画面哈。好，我们先到昨天这个老师有跟你讲的这个白萝卜红萝卜这一题哈，那这一题我们就直接公布解答了哈。那基本上就是我们全部把它70除165算出来哈，会约等于42%，然后这个番茄会约等于27%。那算出来的，哎，你发现说这里我用红笔画一下，这里竟然是99，哎，对不对？那九十九，我们讲过，我们是要画百分数原式。99的话会差一嘛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去调整。我们在昨天上课的时候，我们就说挑一个最大的，挑最大的这个去加一，啊，去加一。所以你把它调完之后会变成43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可以从99变成100了。好，啊，其他的不变哦。那我们讲过，你就是从这边开始去画，然后画43哈。好，你画出43，白萝卜13%，番茄27%，玉米13%。番茄12%，你就照格子去画就好了，就可以完成了哈。那如果没有问题，你自己用红笔打一个勾，应该没问题的哈。我相信应该都可以调整好，就算做错也没关系的哈。你再仔细再检查一次，把它调整好就好了。哦，那这页是这样，非常的简单。那我们来上课，好，上课本的部分，来找出你的课本来哈。哎呦，快上完了，是不是很棒哈？我们在线上学习，慢慢上，慢慢上，也是每天有进步就可以把它上来。翻到课本的86页哈。那86页这边比较注意的是说，哎，我们这一次算竟然会出现那种，竟然会出现超过100%的情况，像这一题例题就是比较特别的情况。那我们怎么来算哈？因为这边没有什么格子的，基本上算法一样了哈，就是说分量去除以总量，23去除以，你如果有位置你就自己写哈，除184，你画就没不一样，啊，除184，然后会等于零点多少？零点多少啊？然后再约大概是多少 percent？然后今天开放你用计算机来啊，来，比如说23除以184，好，你看0.125，125，好，那会约等于多少？13，对不对？约等于0.13啊，0.13，然后呢就是多少13%，对不对？好，这等于13%哈，这个是13%，啊，就等于13%哦，所以这就填13。下一个教你哈，看老师今天对你很好，来先把它取消，68除以，你可以自己去找计算机来按啊，或者用电脑、用手机的哈，除以184。哎，你看0.369，那我们看。小数第这两个是要看的地方，对不对？那你看这个九是要45度的进入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就变37，知道了哈。其他都一样做法哦。那全班做完之后，你会发现说，哎，在那里变101，
变101，那怎么办？来，然后公布答案一下哈。我全部说好，因为这是课本啊，不是写错。为什么101？来，我先把它算一下，36除以184。好，你看195多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这两个，这个9后面的这个5，是不是要进入了？变20了，20% 哦。那57，你要把它删掉，57除以184等于，你看零在九要进一位了，31。我101不能跨级的，我们去101大楼哈。这里是50、70、101，真的是101。那101就巧鬼啊，因为我们要画的是百分数原型图啊，我们又不是要画101，对不对？好，当然合起来如果超过101% 的时候，已经超过100% 了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其实跟前一页差不多，我们就是挑最大的啊，挑最大的把它减一，所以这个37减一，这里把它改成36，你可以用划掉的情况把它用另外一支有颜色的笔把它划掉啊，减一之后你就写出36来哈，看它这个解哈，那就是说在最多的去减一啊，好，减一这边就变36哦，啊这边也减一了，这边减一了，那就变得用100哈，好，用100了，那我们再来画。所以13在这里啊，13在这里啊，第一个是13，第二个你就画36，13加36应该本来是50的，你现在36都要变19，再差一个，好，这里过去啊，然后再来20，一样差一个，是这里吗？54，看谁，这里过去啊，啊另外一个31啊，你就一样去写口琴。啊，然后13%，口琴13%，然后跆拳道多少？哈，我先把它涂掉哈，我们看一下，它实际上的解答哈，做法就是这样了哈。好，那它在画图一样，你看口琴是三，那这个跆拳道比较特别，本来37，你要改成这里要改成36，对不对？要改成36，啊，所以你就画36%，所以少一格啊，注意一下这里，然后呢，这里也会跟着少一格。加20的哈，加20哦，你从这个49加20，这边是69，好，然后剩下就是31%的桌上游戏哈，大概是这样做的了哈。那回家功课一样哦，我们习作就如果只做一页，应该也很简单，请把这里删掉。好，那这一页的话，你看阴天、雨天、晴天，那我们一样可以来算了哈，11除以30。你知道老师今天怎么这么难？大家都这样算就好了哈。你直接用手算哈，代表你计算能力会很好啊。如果你已经完全会了，我也计算能力确定很好了，我就可以这样算啊。36，然后这个6就把它进位，所以这里可能就要写37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这边咚咚咚咚咚全部加起来，有可能又是怎样？又是101的，因为这一页就是要讲多的情况嘛。那如果合起来是101，你要调整哪一个？调整最多的。那最多的，我们先看数字，这个也11、17、2，最多应该调整雨天吧，对不对？所以雨天就必须怎样，要把它减一，你不要写成两天啊，这是雨天哦，雨天下雨天哈、哦。好，那你就调整之后，这个如果本来是40就变39，41就变40，好，大概是这样。那一样就去把它描出来、画出来就可以了啊、哦。那我想应该是很简单的哈，你应该做得到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。啊、注意保重你的身体、哦、不要到处跑跑照啊，真的有出门要戴口罩、哦、那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大家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回到学校来上课、哦、好，拜拜。